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五星楼，表演者高峰、栾云平，有请。谢谢您吧，谢谢各位的掌声。哎啊，刚才这俩人呢说的挺好的。嗯，这个节目呢是个传统段子，是不是？叫杨上树。嗯，很多人呢都演这段，我认为他们两个人演的最好。嗯，一个叫高小贝，一个叫侯小楼。是，这名字您听听，中间都带一个小字。嗯，有的朋友说是不是一种巧合呀？还真是这样，是吧？真是这样。对呀，哦哦，他们两个人呢很有缘分，有缘，所以走到一起来，一块学相声，一块改了这叫艺名，对，给大家说相声。嗯，哪儿都好，全好。高小贝小伙子长得也精神，是不是啊？身材也高，嗯，一米九一，对，老话说一米九一傻了吧唧，说的就是他。哪有个老话啊？其实那旁边那侯小楼个儿也不矮，嗯，跟高小贝站一块儿啊，显着没那么高了。是，高小贝比侯小楼高一点，嗯，您拿那尺量量，侯小楼长达1.81米，哦，长达是吧？1.81米，傻了吧唧，说的就是他。而这俩全傻了吧唧。你说他俩又年轻，站在台上，这爆发力也好啊，人缘也好。他也有缺点，嗯，实事求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嗯，他俩的缺点呢是什么呢？您说说，不一定对啊。我认为他俩最大的缺点呢，说相声没找对老师，是吧？哎，这是一个缺点，因为什么呢？说真不对。您先等一等，您这个我跟你说啊，您先等一等，干什么你？您先等等，您是不是不知道他们老师是谁呀？不是你吗？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哎，对呀。为什么这么讲呢？怎么了？这么讲怎么了？不是，这就是在我学生就没找对老师。对，为什么我就那么差？不是差，这不表扬你呢吗？我们找老师什么标准呢？嗯，不能比自己呀，差太多了，是不是？找老师不能比自己差太多了。那差一点也不能找啊。不是，差距不能太大了。哦哦，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比他们俩强的太多了。你教点什么他们接受不了啊，你这瞎闹都听不懂啊。比如说吧，你给侯小楼排练排练，按我们的话说说活，听完一段节目了，把侯小楼叫来了，侯小楼过来，当师傅的要得给你排练排练，给你说一说啊，你这个包袱啊不能这样翻啊，这样翻不就响了吗？对不对？你呀，啊，应该就响不了了啊。我往哪边教呢？什么意思？本来人台上效果挺好的，嗯，我教两句全闷功了。不是啊，闷功了吗？您还会下象棋呢？不是闷功了，就是说不该让人乐的地方，那就不能让人乐呀。这点我倒把握挺好。赞成不赞成？哎，你这啪这一乐，投了170多句，白费了，嗯，对吧？记着啊，嗯，谢谢师傅，我也没让人乐呀，你看，就是说什么呢？确实傻了吧唧。哎，对，咱就是说什么呢？您可以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呵，那您就是良友，是吧？我说我良友了，我又啊，良师益友嘛。提起这位先生来讲，这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嗯，各位亲爱的朋友，您说谁能不认识他呀？现在很了不起啊，这是我们德云社的副总啊，刘鹤英，是吧？在我们这儿，谁是刘鹤英呢？你副总，你看，不好意思是怎么着呢？我不是刘鹤英，我副总我倒没抬杠啊。刘鹤英是不是副总？刘鹤英是副总啊。你是不是？我也是。还是的。嗯。副总不就一个吗？一个单位可以有很多个副总。哦，那你也是，嗯，你也是副总。是是。他不是刘鹤英，他叫栾云平。然然。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老远的冒着雪，顶着这个烈日的，就为看你来的。列位，您太不容易了，就为看你来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一冷一热，您可别激着，吃的不了丁对的啊。反正就为大老远的吧，有各位都山南海北来的，嗯，对不对啊？看谁来的？看你来的。人贴的，人贴报的有郭先生，有郭先生那是次要的，是不是啊？嚯，主要先看你，要光有郭先生没有你的话，就是人还得多，你知道吗？对了，
是吧？对了，好，我就你说他占用时间了，得了，我们先别去了，就这意思，是吧？你也不错，我呀，郭德纲的爱徒，那是我老师，对不对？郭德纲的徒弟呀，很多很多啊，爱徒并没有很多，是吧？爱徒呢，据不完全统计吧，目前来讲，郭德纲认可的就这么一块，是吧？我是那猪肉，我是什么呀？什么叫就这一块？不是，我见着您我有点紧张了，您说我说都不会话了，那叫话都不会说了，话都不会说了，就这么一位，这是郭德纲的爱徒栾副总，很了不起啊。没事呢，在后台来说呀，给这些个人呢起到一些个指挥领导的作用。后台这些演员都是德云一队的成员，他不光是副总，他是德云一队的这么一个叫什么这个队医，你知道吗？他就负责谁呀？我能给你们治骨折喽！什么反着治？你要干什么你？我队医呀、啊，就是队里头你是一把手，对不对啊？队长吧，队长，不好意思提这，那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后台怎么好意思呢？是吧？负责人就是我们谁大事小情都得听他的，他什么事儿他都他都说了算，你知道吗？了不起，能耐也大，会的也多，这人呢，智商啊，哎，咱先不提啊，因为这段跟智商没关系。别，您既然聊到这儿了，这怎么就别提了又？不是，没有关系。谁跟你这握手呢？我想跟您拉拉手。甭介，我这智商怎么着？不提。不提，提完了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心里害怕，因为您智商4000多，你知道吗？听，我们害怕，你知道吗？太高了。您说那是早搏，我4000多。早搏你9700。行，你就别往外说这个了。不让说哈、啊，咱就说什么呢？智商很高，是吧？情商呢？咱就是那不提，是吧？全不提，合着我这个用不上，这段用得上吗？用不上你说他干嘛？谁问你了？还是的，我不想全方位的跟大家介绍介绍你吗？好，您这么一介绍，我臭了，是不是啊？那你洗洗。反正咱不管怎么讲吧，他这个人呢特别的平易近人，按我们话来说吧，可能您不太懂我们的术语啊，就是他比较随和，随和叫术语啊，就比较随和，好接触。然后有的观众朋友请他吃饭，走，咱哪吃去？走，特别热情，是吧？有时候观众请的是走，说走咱就走，对，风风火火去吃饭，是不是？有这歌词吗？刚才5点来钟吧。6点了，我们俩人还有两位观众友友，我们俩人4个人一块吃饭。你说让他喝酒吧，你说他又喝不了多少，主要是还得演出呢。演出之前喝完酒，醉咕隆咚的，怎么给人捧哏呢？本来咱就不行，是不是？你说不喝吧，得罪亲爱的观众，怎么办呢？实在没办法了，就喝了。您原谅啊，我替他原谅啊。替谁原谅？替他跟大伙儿对不起啊。他喝了这么一小罐的开塞露，是吧？喝完。你什么身段？这是什么身段？ 我扎死你。哪儿学这么一句？我扎死你。你干什么你啊？你还替什么原谅不原谅啊？你这属于带酒上台。什么带？我带开塞露上台啊？我啊，有喝开塞露的吗？我还一小瓶吧。我说我这啤酒那么窄呗呢，啊，一小瓶。你就是你呀、啊，就你，对不对？谁喝开塞露？你就是那，你找服务员要酒，我们不能喝啊，我们有纪律，知道吗？哦，来开塞露。你说呢？你什么耳朵？你点的呀？我说的，您给我开一露露。看你这字眼都差不多，你看喝这玩意儿，最后喝的是什么吧？开露露，露露，露露啊！它是一个杏仁露，对不对？大家都见过，就是那个小塑料瓶上倍儿细，拿剪子嚼开了。你是不是当护工当惯了？不，他得对准喽。我离不开这玩意儿了，我挺好，露露灌那里边。对，不就这种造型吗？我哪种造型、啊？什么造型的？我那是一个易拉罐，易拉克的那个。易拉克是蜜枣，易拉克。你不说易拉克的吗？易拉罐，易拉罐，哎、你是倒那塑料瓶里头。我滋你，我滋你，我。它等于自带吸管，这东西你喝着方便。你别跟我这比划了，行不行、啊？你脾气越来越大，你得多讷呀？你怎么弄这玩意儿？你啊？同
同志们，这不是我脾气大，哎，那是嘛呀？您可以自己想，谁拿开塞露对着您脸，您不犯脾气那才怪呢。这不是我脾气大，我没拿着，你本来我今年我38了，他搁那里，我最容忍不了拿开塞露对我脸了，我告诉你。你这事儿太多，你这这叫事儿多，这叫事儿多。咱们就说这种情况。没上来十分钟，我俩先打起来。你这是打着上来的。你怎么？你先别台上瞎说，他们都当真，你知道吗？你这不是人看见了，这人已经滋的。滋什么了？真是他也不乐意，他也这是什么了？咱就说吧，观众朋友跟演员，这都是心连心的，嗯，对不对呀？没挨上说。怎么没挨上？我们后台郭德纲老师就经常的告诉我们。不要跟观众走太近。好，对，这你们这开不开会？这到了谁说了算呢？不是刚心连心和不要走太近吗？心连心呢，是心连在一起啊。您观众朋友太近，对观众朋友有点什么对我们节目有意见呢？有看法啊？您给我们提出来，对不对啊？走太近就容易弄开塞露，是不是？咱不管怎么讲吧，郭德纲在后台是我们精神领袖，你副总也得听人家的。对吧？对不对？认可吗？啊，嗨，啊，你看，都在酒里了啊。郭德纲啊，跟咱一样，都是天津人，老乡。嗯，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一枪嘛，是吧？给毙了。他呢，就是天津人的骄傲。反正至少我不管您都反对也没关系啊。反正我是这么认可的。母亲也是天津。对对，他母亲是天津人。这个咱不管怎么讲吧，郭德纲在您心目当中吧。光鲜亮丽是啊，在后台呢撇着大嘴，撇着大嘴也不为过。什么？这撇着大嘴怎么了？大嘴哈 啊，反正在后台夏天的时候，他得找一个最凉快空调底下，夏天空调底下那一待，这手揉着核桃，这手拿着夜壶，然后啊，夜壶啊，就是那黄汤的那个，黄汤才夜壶呢，就喝茶。茶叶壶，不要这叶字儿啊，就是茶壶。茶壶它是叶壶的，这意思。它是叶壶的，你知道吗？你们都喝这个，揉着核桃，茶壶喝茶，人家拿茶壶喝茶，他都纸杯喝茶，他这玩意儿差着行式呢。我那是一次性的，对吧？纸杯不，你也刷完再搁包里头，这喝茶，这叫环保啊！哎，省着点过吧，是吧？郭德纲。夏天的后台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脚底弄个踏实鞋就这样撇着大嘴就这模样。郭德纲最爱抽烟，您有不知道的吧？嗓子这么好，烟特别勤，想抽叫不买烟啊。郭德纲抽了30来年烟了，三没买过烟，抽烟叫徒弟。你不是他徒弟吗？你也抽烟呢，是是，对吧？看谁在跟前了，栾云平，一提全名就有问题。栾云平过来，啊，也得给师傅鞠躬。师傅，没那么大礼数。我是鞋带开了，那个鞠太浅了也。啊，鞠上一鞠是吧？倒闭了给。我给您鞠上一鞠。嗯，您叫我干什么呀？有烟吗？哎呦，他当时用5分钟就明白了，师傅想抽烟，抽烟。那个我就是一傻蛋。烟有啊，有啊，啊。点上去玩去。哎，您让我上哪儿玩去？玩去。哎，走了。郭德纲抽烟特别快，对，抽两口剩一烟头了，他口大。你说还找他找不着了，我就跑了，换别人。哎，找谁呢？刚才说相声有个叫王善勇的。嗯，王善勇呢是他西河门的徒弟，也得管他喊好听的。孟善勇过来。师傅，您打算干嘛呀？你听这话，有烟吗？王善勇都是那个电子烟。好，可别电着。师傅，您嘬两口。好，玩去。就是不抽这个。有那个有卷烟吗？卷烟有吗？这是裸口的。那叫烟卷，师傅，烟卷啊，烟卷也行。来，烟卷。哎，好有。哦，还有，去玩去。哎，好你了，玩去，走了，又轰走一个。你看看，又两口又没了，还得叫谁呀、啊？刚才说一下，有个高玉凯，跟王善勇一块说那个，也是他西河门的徒弟，大凯过来。
高玉凯不抽烟。对，师傅您忘了，我不抽烟呢，不会抽烟。嘛玩意儿？不会抽烟，会买烟吗？买烟会啊，买去。哎，你不会抽烟，他也不知什么烟好。嗯，到那卖烟的那儿，你给我来一最贵的吧。中华，哼，多少钱一盒？哎，我也没抽过这好烟，反正得那个40多块钱吧。嗯，反正不便宜哈，反正好几十吧。好几十，买回来了。师傅，您看这个怎么样？哟，中华，得7块钱吧？可能得7块钱。买瓜子来了。咱那么办吧，这俩钱儿哎，不让你白花。咱揣起来了。师傅，我教你点本事，你算我西河门的徒弟，咱不能白叫一声师傅，对吧？教你点本事，那也可以。高玉凯高兴了，哎呦，师傅，您打算教我点什么呀？那么的大凯啊，你呀掏5000块钱，又掏5000。师傅，掏钱这个本事我会，这不用您教给。不是你这倒霉孩子，你要不你怎么这样就在这儿？你呀掏5000块钱，明天晌头。什么？晌头啊，就是啊，您上午就是中午啊。啊，咱爷俩吃饭去。嗯，你放心啊，咱爷俩怎么地他也出不去这5000块钱。啊，剩下钱归我啊。那是出不去。你呀看着我把这些菜都吃下去。嗯，然后我给你讲一讲这些菜都叫嘛名字，都是哪儿的菜。多冤得很。高玉凯心里话，我学这玩意儿干嘛呀？给那厨子3块钱他就告诉我了。你这在这什么菜单都写着呢，是吧？就是。那你不给不行，那是他师傅啊，给吧，他一月才关多少钱呀，是吧？嗯，正在那犹豫呢。他的救命星来了。谁来？我。哼，哦，哎，我说大凯，有烟吗？这是要救命啊。嗯，这叫火上浇油。这叫火上浇那个，别在这起腻了啊。那个王善勇啊找你玩命呢，是吧？别起腻，改玩命。不是，他们新写一相声叫玩命。玩命。哎，找你玩命呢，你赶紧跟他对对词儿去啊。剩下交我了，走你的啊，交我了。呵，他高兴了。嗯，蹦哒哒他走了。我跟你说都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我跟郭德纲谈话，我说郭先生您不能这个样子啊，这个天天的吃徒弟喝徒弟啊，全国您是第一名。哪有这样的去啊，您上这儿一演出来了，给徒弟们增加多少负担呢，是不是啊？忙前忙后买这买那给您摆齐了，你不吃又走了，然后好像抽的烟呢喝的东西都找徒不行啊，那个是不是？你说哎，这叫骂话呢。你这说他不爱听了。嗯，我说你这不打算吃饭去吗？别叫徒弟，咱俩一块儿吃饭去。你俩吃行吗？行啊，跟谁去都行。我们俩说好了，我定了这么一个小规矩。嗯，什么规矩呢？明天我挑地儿，我说吃什么他就得跟着我吃什么。嗯，我怎么吃他也得跟着我怎么吃。说好了，去那饭馆名字就叫五星楼。五星楼。哎，我们后台有什么婚丧嫁娶全奔那儿。后台杨晓彤娶媳妇儿啊，啊，什么他爸爸去世啊，反正都那儿办事儿，你知道吗？那一块地我们就。对，到那儿去办。那您还真是详详细细的慢慢悠悠的跟人说明白了。你不也经常的去吗？哎，经常的去。哎，到那儿之后您猜怎么着？啊，光我们俩不行。是。他得找一个呀证明人。啊，人稍微的多一点。我老怕他矫情啊。啊，我们是想是找侯震好呢，还是找于谦好？你看这俩人你得选择选择了。各有利弊，是不是？于谦老师忠厚长者，嗯，比我呀比郭德纲岁数都大。对。但是于谦老师也有弱点。他弱点是爱喝酒。哦。你说我们俩找他当评委，他过来他先喝醉了，你这不耽误事儿。谁算成绩啊？但是你说找侯震。侯震话又多，这解说多合适啊！解说合适不行，他们脑子都乱了，对吧？侯震一来，讲，最后权衡了半天，嗯，你说找于谦还是找侯震啊？你说我要在这儿征求一下每一位观众的态度，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嗯，我就是您有点，我就是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必要，没有的。那我就听您的了啊！您说找侯震好还是找于谦好？那您既然要听我的呢，啊，那我就征求一下每位观众的意见。走六六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侯老师，因为两个人呢他这多少呢他算一小比赛。侯老师这嘴老说着他就跟解说一样。对对对，是不是？是不是？而且他老说着呢他就稍微吃的稍微少一点。哦，不，他有这功能，越说他吃的越多。嘿，好家伙，
最后我想的是跟您想的是一样，嗯，还是啊决定找侯震啊，因为侯震于谦太忙，是啊，我说那个侯老师，您明天有时间吗？侯老师说明天我都安排已经都安排上了，是，但是没有什么事，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说您要指着这么磨分，那可不行，知道吗？你把所有事儿都推了，明天我请你吃饭。他同意吗？最后得到他的首肯。呵啊，你说吃饭哪儿都去，我郭德纲侯震我们仨人转天中午就奔了那饭馆了。嗯，那经理老板跟我们都熟识，是是都认识。哎啊，我晃悠我头一个。嗯，迎接我们的是那个经理，姓赵。赵，哎，赵先生。嗯，赵先生一看我，哟呵，这不是高老扁吗？好，不是看出您形状了。高老扁干什么？高老板。哦，我听他们对我也没记太清楚。高老板，咱别高老板，高老师吧，好吗？咱叫高老师吧。您这个这不是郭老扁、侯老扁，您带这俩老扁吃点什么呀？仨老瘪，我还得给您纠正一下 啊，郭老师，郭德纲先生啊，哦，外国人，不是外国人，他就叫这名字啊，郭德纲先生，侯震先生，嗯，啊，他们两个人跟我不认识，不认识，哎，今天我们不认识，哦，谁也不认识谁。说完了呢，这个赵先生呢跟您各位一样，也是一头雾水。好，您都搁这说糊涂了，说完了呢，我就进来了。哦，我们是各吃各的，才能比出胜负来。嗯，第二个呢是郭德纲，啊，赵老板说，那什么郭先生，您三位吃点什么呀？没有三位啊，没有。嗯，哎呦，都楼了，揍我一个人，揍我一个人，不是，这不是那个侯老扁吗？跟高先生不没有。就我一个人，一个人晃晃悠悠说完了，他也进来了。嗯，第三个是侯爷啊，哎，得问一问那个侯老师，那什么，你们三位怎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俩怎么？不，你别搭理他们，他们最近都有病，知道吗？别搭理，这不正治着呢吗？是吧？别搭理他们。是，我看你病的也不轻，这没康复。我们仨人说话打理的，您猜怎么着？就都进来了。嗯，这时候还不是什么饭点呢，哎，还没到饭口呢。进来咱慢慢聊啊，我往这这么一坐，郭德纲呢隔了一张桌子坐我对面了。嗯，侯震呢那天他也去了，知道吗？你是不是说糊涂了？什么糊涂？刚才不是说挺明白他也去了吗？对呀，我怕你没听着，你听着我说的吗？啊，我今儿说哪段啊？拿我当大傻瓜了？哎，听着呢吗？听着呢。听入神了吗？入神了。什么呀？啊，到关键时候你告诉我一下啊。哎哎啊。他就是坐在中间这桌子这儿，他看得清楚啊，看着郭德纲，郭德纲看着我，郭德纲还看着侯震，侯震还看着我。您有点过于墨分了，嗯，您有点过于墨，一共仨人来来去看，说十分钟了。你不告诉我郭德纲还没来呢吗？不是。哎，刚才冲我那小眼神，我就都明白了。你看，不怨我啊，这朋友们啊。是不是这道理？是，我您理解对了。哎，我们互相一看啊，心领神会，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哎，刚才郭老师看您了吗？啊，看着我呢。看了看了。可是我忘了看侯震了。那得一补上。我一看这侯震，嗯，侯震马上把眼神错到郭德纲那儿。嘿，好，三人斗地主了啊。赵老板过来了，你们别老这么看了，你看你点点菜呀。就是。我站起来了，我说那个老赵，咱上那个那不有一屏风吗？屏风后头，我跟你咱聊聊。哦，这还要单聊一聊。有点事儿跟你说说。嗯，晃悠悠我们俩奔那屏风呢。屏风其实一楼就有。嗯，我们特意上了四楼那屏风那儿。哦，那就远呀。对，上一楼上二楼那个过程当中呢，碰上一老太太。哟，这还加一情节。对，这老太太没有什么故事啊，就是告诉你一下，这老太太是杨继明他老伴儿，知道吗？后台有杨继明。然后到四楼，为什么走那么远呢？我们这个对话呀，怕郭德纲听见，啊，到那四楼那就不用找屏风了。这老太太不会是郭老师卧底吧？不卧底也没关系，哦，没说话呀。我说那个什么，那个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都两层楼了都，都还小声呢。这不那个郭德纲也来了吗？其实我们认识，你知道吗？郭德纲啊，是1973年1月18号。
星期四出生的。从哪儿聊啊？这是不一年一年聊，就是说我们认识，知道吗？为什么把您找来呢？跟您有点事儿说。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您可别告诉别人家，您现在没事吧？哎呀，现在您不开会哈？啊，开累了。也不学习吧？那我跟您说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会儿我要菜的时候啊，您注意，这里有这么一个小暗号，啊，要不一会儿再说得了。行了行了，快说吧。啊，这是信号吗？您不是信号，不是啊。那个，您注意啊，我说要热菜，热菜，其实那个是反其道而行之，热菜就是要凉菜。如果我说要热热的，那个最好就给我要那冰镇的。哎呦啊，我这脑子不灵，您再说一遍。如果呀啊，我说我要热菜，就是要凉的啊。我要说热热的，嗯，就是要冰镇的。哦，有点反着那意思。这回听明白了哈。嗨啊，赵先生说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明白。哦啊，再说一遍。赵先生比我还废物呢。对，他是这么着反的，要热的上凉的，要凉的上热的，明白了吗？哦，明白这意思了。嗯，咱现在下楼吗？哦，啊。有电梯我们不坐，不坐，因为上回坐电梯呀、啊、就在他那儿哟，正好卡在一楼半那儿。一楼半太让人着急了，上下够不着啊。你摁那钮人也不来人啊。嗯，最后等了好几天。好几天？就我跟郭德纲俩人关在电梯里头。嗯，他给我说了一个全部的官场斗。当时是这样说的。您别打打会儿吧。好家伙，哎呀，说个单口相声就不要拉点了，好不好？看我们多默契，是不是？哎、嗯，咱简单说吧、嗯。走楼梯我们就下来了，回到这儿一看，郭德纲还在这儿呢，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呢。真不错。啊、那等着一看呢，我把这个经理叫走了，他也得学，他也把这经理叫走了。嗯、哎，老赵，等你那么半天才回来，那嘛玩意儿，我也跟你有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走，在那边。嗯，他就带着这经理就走，他不知我上几楼了，是，他就拐了弯啊，七拐八拐找个地儿，找地儿一看我是看不见了，但是也不行。嗯，因为什么呢？我跟他说的什么，郭德纲不知道。对，这怎么办呢？那个郭老师，您找我什么事儿啊？马四儿啊，那个，也没别的事儿，我就想问你啊，那个嘛问题呢？就是说，嗯，你呀，打算几点来呀、啊？您说那是您这话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这在这儿呢吗？这不就是在这儿呢？哦，那就行了，在这儿，咱在这儿，咱就快点吧，是吧？啊，行，回来了，回来往这一坐呢，哎，他心里也放心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刚才我跟他说的什么呀？他不没听见？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咱都有这形式，这就算对了。哎，得学对了不才行呢吗？是这话。哎，当时我得开始点菜了。我说那个老板过来，这不用上四楼点去吧？不是，这得同着他，这得让他瞧着、哦、我点什么他点什么呀。对对，是不是？您说对对对啊，您这哪弄的这线头呢、哦、是、啊、这个这当玩就磨磨三秒。哎，就是我说那个赵老板，赵老板，我准备点菜，信儿都快忘了啊！您说吧，我给您写。但是您是这个工长照啊，还是立早照啊？人家是，人家赵老板说那个，哎，人家照怎么又工长立早？对呀、啊，说工长那念张，立早也念张。那赵老板您是哪个张啊？我是工长张。嗨，哦，您姓张？就是啊。不是，我姓赵，外姓，百家姓里没有。头一句就是啊，周吴郑赵，周吴郑王啊，您说瞎念。头一句赵钱孙李，哦，您是赵钱孙李，我德国人，四个字的姓。学着一捧一逗的，还真腻乎。哎，你点菜不点菜？你有毛病是吧？就是啊，行，点菜。要不是艺术都来源于生活，对，点菜不就完了？对嘛。这两天呢，天比较热。嗯啊，为什么呢？我这汗可出不来，出来心里难受，怎么办？我先别要什么菜了，您先给我来一碗呐，
热汤面，热汤面啊，热汤面北天叫热面汤，对，对吧？有汤有面，来一碗热汤面，好，你了，费了半天劲就要一碗这个，一碗热汤面，行，等会儿，嗯，哪儿就走啊？对不对？这里还有戏呢，是不是？我可要热的，对，热汤面都是热的，忘了是怎么着？嗯，好，哎，你再挤瞎了，我可要那个热热热的啊。哦，对，我想起来了，给您来那个热热的那个，热热的啊！哎，对对对对，啊，明白了，是刚要走啊，郭德纲给叫回来了，老赵过来，白家姓那么写姓，你为嘛就姓赵呢？这是后半本，姓赵这事儿啊，他不怨我，哦，怨我，嗯、得，这个咱就不磨烦了啊。啊你给我来一碗热汤面，热汤面。这两天天太热，我这汗都出不来。嗯，你给我来那个热的，热的。哦，你也来热的，我可要热热的啊。嗯啊，热热的。哦，放心吧，一会儿来了你看看热不热啊。啊，那可不是吗？走了。嗯，这面条最快了。对，一会儿的功夫，两碗面做得了。我嘱咐好了，热热的是冰镇的。我这碗面得了以后啊，人家下边埋的全是那个冰块，冰块上边冒的挺高的凉气，嗯，往我跟前这么一放，郭德纲离得挺远，眼神也不怎么样啊，他这么一看，嚯，啊，真够热的啊，是，他以为热气呢，是他那碗一会儿得了，嘱咐好热热的，那就真是热热的，冒这么高热气，好家伙了，把那油啊烧的滚开，呲啦一下的浇碗上了，拿手都端不了，拿个托盘戴着那个棉手套，嗯，给他端下来，挺高的热气，他眼前一碗滚开的，嗯，我眼前一碗冰镇的，这么两碗，他看着我，我瞅着他，所有吃饭的客人全把筷子撂下不吃了，就看着我们俩，心里话干嘛？这俩人要斗发呀？是吧？有这么两分钟吧？两分钟，两分钟，不能等功夫大了，等功夫太大了，他那面就凉了，是是吧？这时候我站起来了，这得快点，嗯。是吗？不是，哦，把这袖子卷起来，冲着各位亲爱的朋友先作一个罗圈揖。哦，众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咱们很荣幸在这里见了面了。听这意思要长篇大论了。这地方是哪儿啊？这叫天津卫。天津，四弟燕王扫北的时候。哦，好家伙了。我给您来醒目吧。前两天是天津卫617岁的生日，过生日，12月23号。那么今天呢，是12月24号。嗯，这里有什么书吗？您别看差这么一天啊，那可是差着好大的行势。这能万住人吗？嗯，这还得继续说呢。就是617年的天津卫啊。经历了风风雨雨，这都是关中词啊。对，真是不容易。对，我看你比天津卫还不容易呢。哎，好，在17年前，我哎，您啊，您不也就是建卫600年的时候？您先等一等，我在中国戏院说段相声。您先等一等，啊，您要这么说，我们的核酸都过期了。什么意思？不是，您就可您快点说就可以了。哦，可以了。哎，可以了。哦，那就是，说话之间呢，我把我这手啊就伸在那面里头了。哦，大伙儿注意，这叫舞龙探海。嘿，紧跟着抓出一把面条来，您得好好听，往嘴里这么一放，嗯，这叫银丝入口。哦，搁在嘴里咽不下去，嗯，太凉啊。是。动作结束，往那一坐，其实就这么简单。郭德纲都傻了，观众都傻，哎，这他怎么那么不怕烫呢？就是你不怕烫，我就不怕烫，这得跟着学呀。我也能来。嗯，说话一卷袖子，大伙儿注意，嗯，这叫舞龙探海。哎呀，啊，还不烫呢，当时手就烫肿了。是，那也得来呀。嗯，抓着一把面条往嘴里一放，哎，这叫银丝入口。
你想我在这儿学一学，各位朋友都笑了。是，我当时在这对面，我也想乐，不好意思乐，不好意思，嘴里还含着面条呢，捂着啊，不乐我一吭哧，坏了，怎么面条从我鼻子眼里出来了？啊！郭德纲一看急了，是吧？手里面条啪起来扔地下了。嗯，我告诉你，高峰没有那么急的人的。我这个阴司入口还没练会了，你那又二龙吐须了又。你的热爱正在热播。